有几天就过年，兜里没有一分钱，想想走过这些路，人到中年最可怜，每天起早贪黑干，白天夜晚在家班，每月工资发到手，第二天就缺完完。上有老来下有小，还有年迈的儿郎，家庭重担压在身，拼是拼活去操劳，都说同人我是真切拿命拼，别人生的家千万，我是中单压一人。天来不怨地，只靠自己去努力，每天开心过一天，身体健康是